还忙吗？喝点咖啡吧。嗯。我一定要找出这次泄密的人是谁，害得我亲爱的老婆大人这么忙，不能陪我。这件事交给我来解决就好，现在的首要任务呢，是解决明天的问题。有思路了。寻找纯真的自己，你觉得纯真这个理念怎么样？说说，让我日思夜想的大设计师，怎么找回纯真的自己啊？设计师的理念呢，来源于7年前青涩的自己谈了一场单纯的恋爱。为了表达深爱的人呢，他设计了这一系列衣服。7年后，他的爱人遇到危机，他决定用这个衣服来守住这份爱。嗯，你感觉到我的心了吗？贝贝，你什么都不用多说，我都清楚。嗯，我们俩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彼此的所有都一次一次刻在脑海里。虽然我出车祸的时候彻底忘了你，但130520这串数字我依然记得。虽然不知道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，但我的心里总有个声音跟我说它很重要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也是我对你永远不变的爱。虽然我的记忆里少了你，但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。不行，我明天还要去公司呢。陆太太，你很扫兴哎。哎呀，等我忙完了再补偿你啊。还有这边。哎呀，你快去给我煮碗面去，快去。